Hello，我是龙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强项——仰泳配合训练。开始前，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仰泳的陆上模仿动作。大家对我说的小拇指出水会有一点疑惑，其实在仰泳动作中，小拇指出水或者大拇指出水都是正确动作。大拇指出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保护肩部，减少肩部劳损的问题。但是初学者，我强烈建议做小拇指出水动作，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你完成直臂移臂。大拇指出水会造成手臂弯曲，或者来不及转动手臂做小拇指入水动作。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水中的仰泳分解技术。六次腿划一次手，还有四次腿划一次手，最后我们缩减到两次腿划一次手。今天呢，要教给大家在仰泳配合训练中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练习。这个练习叫做顶杯子，利用水杯装满三分之一的水，放在泳镜鼻梁上方额头的位置，然后进行仰泳配合动作。仰泳最重要的就是头部的稳定和髋关节的位置，这个练习可以很好的帮助你稳定头部位置，体会整体划水节奏以及划水路线。做仰泳配合连贯动作时，也千万不要忘记前几节课讲过的转肩转体以及水下的曲臂抱水整个的划水路线，详细的可以在我的主页查看仰泳分解训练。今天的训练适用于仰泳进阶水平的朋友，特别是青少年，可以选择顶杯子的训练方式。训练是不少于8个25米的顶杯子训练，杯子不断掉落，说明头部不够稳定。不要着急，熟能生巧。好啦，这节课就到这里了，记得关注我，我是龙子，下次见，拜拜。